你看，哇，这你新办的？对啊，我半年没有吃东西，好不容易才存钱买到的。你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哇，你的鸡鸡好大哦！你怎么知道啊？这很大啊！我原来是说手机哦。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是说什么？那你怎么都叫手机叫鸡鸡啊？我喜欢在东西的最后面用叠字称呼啊，这样很可爱啊。哦，那手扒鸡呢？鸡鸡。直升机？鸡鸡。提款机？鸡鸡啊。柴可夫斯基？鸡鸡啦。那你这样都不会搞混吗？不会啦，我都分得很清楚啦。你是不是瞧不起他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不然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把手机交出来，不然就跟我单挑啦。我那个不叫手机，是鸡鸡。我不管你是手机还是鸡鸡，我跟班我都没有放眼里呀。就跟你说，那个不是手机，是鸡鸡嘛。你鸡鸡啊，手机交出来。不然就是跟我单挑啦！我，小弟弟，有什么啦？范虎他们把我手机抢走了，我要让他们抢到龙鱼无限的智慧。活该！快给我道具！啊，好恶心！来来来，好了，给你，走。黄斑布，小丁丁，这要怎么用啊？那东西把它盖到，就会消失不见，而且没有画面。拿去呀！谢谢。没用的家伙。爽啦！Yes！我突然变冷了。我回来了，还顺利吗？啊！你干嘛？你怎么把国王屋穿在身上啊？哦，刚刚外面天气很冷，我穿一条短裤啊，包一下比较不会冷啊。你不知道国防部包括的东西都会不见，没有画面吗？啊、弟弟、弟弟，我的弟弟啊！半年没有吃东西，差不多去存钱买了筷子。绑新手机没有跟班虎绑，跟我单挑。太大声了吧，老子血会臭一层。还顺利吧？啊！什么？